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般若讲座。大家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的师父。好，大家好，这边是牛津大学，我每天都要想着我现在在哪里，然后要用什么心态，然后我也很想了解各位在想什么，然后能够互相有所帮助。但是为了如此，内心就要像镜子一样，如果不像镜子，他就不知道外面是什么影像。那事实上这就是佛法，佛法就是说你的内心里面如果清净，那叫空性，那你就会了解外面的，看得很清楚。但是还有一个重点，就是说镜子里面的东西是假的，你不能想要抓它，不然它会破掉。所以我想，如果你问我修行在干嘛，就是如此，内心永远像镜子一样的亮，看得很清楚，但是又知道它是假的。但是对于看到的这些东西，你要尽力的帮助它，让他快乐，让他越来越美，但是还是知道他是假的。那知道他是假的，你就不会痛苦，痛苦。啊，但是你又尽力去帮助他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，服务、奉献。但是不管我们多么努力，服务、奉献，最后还是带不走，
这是假的嘛，所以就不会执着。但是不能因为不执着就不去爱它，就是说我的生命一点都不执着，这个在佛教叫解脱道，就是各位知道泰国、缅甸、斯里兰卡叫南传佛教。南传佛教呢，它就是为了圆满生命的目的。生命的目的是什么？哎，你想，没有痛苦，解脱轮回，啊，就是它的目的就是生命不要有痛苦。我想各位慢慢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你都会感受到生命到底是什么？生命事实上是一种痛苦。从各位生下来，大概就有知道了，生下来也苦，你也苦，爸爸也苦，妈妈也苦，所以我们生日不庆祝了，我们叫父忧母难日，不庆祝的。啊，生日那一天去拜祖先，去做好事，啊，来，希望爸爸更好，希望妈妈更好，感谢他嘛。但是生下来就是有一点痛苦，那这个过程一直到老到死亡都是在痛苦啊。那当然，很多人在追求快乐啊，但是事实上，各位都知道，所有的快乐背后都是痛苦，所有的快乐的开始都是以痛苦做结束。但是还是痛苦啊，所以我要去追求啊，因为我不去追求，像肚子饿一样，我饿去吃饱一点啊。那什么叫快乐呢？就是不会饿，OK 了，不会饿。上帝，圣母玛利亚，上帝的天，天主教的上帝，那个地方没有众生会肚子饿，所以叫清净，叫梵天。啊，上帝的地方没有男女的感情，不需要，没有一个神会去谈感情，所以他没有痛苦。但是我们身为人呢，他想要有个感情，啊，他一天要吃3、4次，这样，因为不吃他很痛苦。所以就各位看到那个牛啊，他每天不吃还不知道干嘛，他不吃很痛苦。好像看到牛一定是在吃，吃完睡觉，睡完又吃。他生命没有别的意义，啊！结果他吃完以后，我们就把它吃掉，这样 养大了，吃掉，啊！所以如果你去观察牛苦不苦，苦，你会觉得说牛好可怜哦，也不能打电动玩具，也不能读牛津大学，然后呢，他多痛苦呢，啊！所以他也不能买车子，对不对？他也不自由，那个是50步笑100步而已了。如果就天上的神看我们，哎呀，这些众生真痛苦。天上的神，各位有听过？天上一天，人间100年。所以天上的神过一天，他就看到一个生命从生到病到老到死，这样，哇，好可怜啊！那上帝的天呢？那上帝的天呢？寿命太长了，啊，几百亿年，你想想看，最低的天，各位去寺庙看，四大天王，离我们很近的叫四大天王，最低的寿命900万年，所以各位修行可以修到有神通呢。啊，如果你超越了你那个粗糙的欲望，你就可以看到很细的东西。简单的说，如果你的眼睛没有男女欲望，你就可以看到天神，简单吧？简单的很难做啊！你的内心里面没有欲望，不会生气，你就看得到你的前世、前世、前世，这很简单。所以阿罗汉他们没有了贪嗔痴，没有这个烦恼，然后他就看到过去、未来了。天上的神也可以，天上的神一升天以后，他就可以知道他前世是做什么。哦，所以我会升天，啊，所以我讲到这个很重要。天上的神，如果人间有人在做善事，他就很喜欢，因为什么？他跟你一起做，他帮忙你做，他可以升更高的天。所以我们出家人叫什么？念一下，人天福田。我们出家人如果很认真修行，然后呢，
持戒，然后那些天神随时就在护持你，因为他可以升更高的天。还有一种人也会，大家来孝顺升天，啊，你这个人很孝顺，很有道德，这个天神也会帮助你。讲到孝顺，我必须讲一个，一个人如果很孝顺父母的人呐，一般这个世间有神也有鬼，那些恶鬼道啊都没有水喝，像现在太阳那么大，它就会一直冒火。有一种鬼是你太阳越大越热，它身体越冰。啊，另外一种鬼是你一点点太阳，它就变成，那个，就像把它放在烤箱一样的热热，所以它就一定要跑到水的旁边来喝水。然后它跑到水的旁边喝水呢，水鬼就会把它打走。那喝得到了，一喝下去呢，马上变喝硫酸，喝硫酸，然后很痛苦，然后又不会死。人跟鬼不一样，鬼是希望赶快死了，就不会痛苦；人是不要死，因为他是。很痛苦，但不会死，因为他的寿命最短170万年。哎，牛津大学应该开一个佛学院，对不对？这个道理太重要了。每个人在研究做科学家、做政治家，就没有人要聊研究真理、真相、真相。啊，那所以佛经有说，有一种人，恶鬼道会跪在路边等你，为什么？如果你这个身体是很孝顺爸爸妈妈的人，任何一滴水或下雨，或是你洗手的水滴在地上，他就可以喝，他喝了全身凉，没有变火。所以各位，这个很重要。一个有道德的人，真的可以帮助别人、其他众生。啊，所以叫孝顺是世间第一福报，有力量，非常有力量。啊。所以我讲到这边，当然有些人每次都问我："海涛法师，你走到哪里带个干嘛？塑胶瓶也不值多少钱。"我说："对你不值多少钱，那对那个鬼啊，比黄金还重要呢。"你丢给他几万个钻石，他对他没用，他就让，哇，他就跪在那边，这样，啊，跪在那边给你磕头，因为170万年没喝到水，而且这个水给他喝了，他可以升天。啊，他可以升天，因为我们念的甘露水真言啊、药师咒等等等等啊，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带来，一人给你一瓶宝贝啊，所以问题是水是很平凡的。今天讲探寻生命的意义，意义就是你懂了这个道理，你慈悲了这个水你给他念个大悲咒，嗡阿吽，然后呢，哇，快乐了。可能你肚子很饿啊，但是。生命的意义，自己饿没关系，他快乐就好，因为他可以离苦，也因为你帮助这个生命离苦，你得到的福报很大。所以各位，世界是不公平的，有人高，有人矮，有人漂亮，有人丑，有人口才好，但是这个人的外表、出生的环境不一样，特别在牛津，各位你看，那路上看，没有两个人长得一样，对不对？每个人的业报不一样，每个人的就是说幸福。快乐不一样，为什么？这不是神，不是佛主宰。在佛教讲的叫业力，业力。简单的说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自己制造来的。人是自己命运的主宰。今天你唱歌很好听，因为你不喜欢骂人，所以你开口就好听。今天你唱歌努力唱也很难听，因为你经常骂人，还不小心骂到你爸爸。所以你的声音，对不起，请不要开口，因为你的业力。今天你的眼睛很漂亮，很迷人，为什么？因为你经常让爸爸妈妈看到你会笑，啊，而且你经常点灯，我们故意用这样灯点着，好不好看？就不太一样。所以我刚刚还特别跑去教堂点灯，啊，因为我们到哪里点，就是教堂可以点。对不对？1块钱买5个，太好了，啊！然后呢，为神点灯，为死亡的点灯，为堕胎的点灯，啊！所以我刚刚进来写了一个牌位，既然要来这边，上面写的牛津大学，过去已经死亡的老师、学生及其家庭，大学城内外所有亡魂、动物亡魂，写好了，一起来听课吧。
这叫生命的意义。对你来讲是一张纸，对我来讲它是一个意义，因为我可以慈悲。今天释迦牟尼佛说，只要有弘扬佛法的地方，就有很大的力量。啊，然后我们把这个力量要帮助他，所以我希望各位也相信。今天各位坐在这边2个钟头，大家一起来修心，我们往生的父母就会快乐。堕胎的小孩，搞不好今天就谢谢妈妈走了，你就不会生病了，啊。然后对附近的亡魂有帮助。生命的意义是，我来牛津大学，我一定要对这个地方的花草树木、人事物有所奉献，那就没有浪费生命。因为死亡是必然的，在座的每一个人都会，但是我们的意义对对方有帮助，这个很重要啊。千万不要把生命的意义建立在自私、欲望、占有、满足，那你是我们叫浪费生命嘛？啊，就算你刚刚我去吃一个餐厅，我们李志雄说："师傅，这个餐厅我们中国人买下来了，在英国有100多家，花了95亿耶，不能做金钱的奴隶。当然，为什么不讲目的呢？目的有时候还有自私的，对不对？啊。"所以，一个男人，你长得漂亮，跟你讲啊，你的目的干嘛？因为你漂亮啊，这个目的，我想要牵你的手，最好把你带入房间，享受欲望，哎，这叫目的。意义呢，就不一样，意义是正面的。所以，我认为说，那你要找生命的意义，不在于你是不是牛津大学毕业。今天你是牛津大学的院长、教授，有一个老人。他就在路边捡垃圾，请问哪一个意义高？啊，天心，我讲一个故事，所以来念一下，所有功德回向此牌位，所有友情、个人、父母、祖先、冤亲债主、堕胎胎儿，同享功德。轰啊轰！这样快不快乐？快乐。啊，因为你对他有帮助。至于他会怎么样，你不要太执着，因为我有付出就好了。啊，什么都带不走，前面还有2盘呢，还有2本书，这不是牛津词典啊，这是什么？里面有将近700万个名字，什么名字？被堕胎小孩的名字。啊，年轻人有欲望。怀孕了，他就会堕胎，但是他认为堕胎就过去了。事实上，生命有轮回，这个小孩子还在受苦。所以，我想每个人都有这种事情，我的妈妈也有，那就是我的弟弟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要帮助他。那所以我到哪里都会带这个，因为对我有意义。那今天也跟各位分享这个意义，因为我们大家坐在这边，他们也在听课。我们今天所修的力量功德，他们也得到，为他们供花，为他们拿灯供养佛像啊，等一下还要用牛奶、稀饭、面包，最好加一个英国披萨。因为他们，你要观想，他们喜欢吃披萨，就给披萨，然后呢就给他们吃，他们就快乐了，啊，然后呢。然后你就回向给他们，哦，谢谢你，他就升天了。这个叫信仰，信仰是相信但看不见，啊，有点像风筝呢，你拉的风筝，哇，很有力量，那别人看不到，但是你知道，这个叫信仰，啊，所以我们华人都相信有观音菩萨。但是各位，我问你，请问有没有上帝？有呢，你不要说只有观音菩萨没上帝，你会被打扁。本来就有呢，有圣母玛利亚，有耶稣基督，有阿拉，只是境界不一样。上帝是在天上，天上第9层天，我们叫大梵天，也就是印度人在拜的四面神，在泰国那个叫梵天。啊，梵天为什么4个呢？因为他修4种心圆满了。念一下：慈悲喜舍，4无量心，他充满了这种心，
上帝爱世人。但是那为什么上帝没有比佛陀高？因为上帝还执着说，我是上帝，你是我的，你是我创造出来的。他还执着一个我，所以他还在轮回里面。啊，这个在佛教里面叫根本的痛苦，所有生命根本的痛苦就是这个我。啊，我是男人，我是女人。但是如果各位你愿意去分析，请问这个世界有这个我东西存在吗？没有，它只是暂时的。前面的花，花说它是花，它大概是七天两个礼拜就不见了，烂掉了，变成肥料。所以花是暂时的，花只是因缘、时间、条件、空气、土壤、碳水化合物合起来叫花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分析这个花，这个很重要。你要找到生命的意义，首先要开发生命的智慧。智慧不是读书哦，啊，智慧是自己去了解叫智慧。简单的说，这个女孩子她恋爱，哦，知道可以生小孩，她知道，但是怀孕了生了，那才知道。那是你自己的感受，那叫智慧。没有吃过糖的人，你给他分析老半天，说糖什么味道，是在白讲了。你还不如口给你吃一下。那智慧就是说，你真实的去分析，你了解了。它的名字叫花，事实上它叫太阳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太阳，它不会活。事实上，它的名字也叫水，因为它是水的构成物。事实上，它的名字也叫泥土。为什么？离开泥土，它也不能活。所以各位，花就是太阳，花就是空气，花就是泥土，花就是肥料。这个花，像各位你在呼吸，它没有空气它也不能活，它要吸二氧化碳。二氧化碳从你身上给它的。我们要得到它身上的氧，那我们给它二氧化碳。所以花就是我就是花，这样。这个叫空性啊，意思是说花离开世界，所有一切它不能生存。所以万物都不是独立自主存在的，这个观念是最重要的。但是万物都要互相感恩，万物离开土地、山峰，任何有生命，做一个简单的，我每次讲，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蚂蚁，全部东西都要死掉。这个世界如果没有蜜蜂，那所有花草树木都死掉。这个是佛教要发展的，你要环保观念，你要互相帮助，你要注意所有地所有，你人类不能再自私，不能再漠不关心，因为花不能够离开世界，你也不能够离开世界，苦集灭道。那希望各位以后网络一定要看这个四圣谛，苦，生命是苦的，天神也好，人也好，猪也好，鬼也好，凡是存在的生命都是苦的。为什么？会变化，生老病死轮回，有感情也会苦，爱别离苦啊，爱的会分开，恨的会都在你身边啊，变化的痛苦，生命的存在。所以各位一定要记住，生命的存在，生命的本质是痛苦的。这一点天主基督教比较讲，人是来赎罪的啊。佛教说人是投胎再来，那投胎来也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，是看你自己造的业。业就事业的业。什么叫业？身体的行为叫身业。你身体去杀生，你这辈子杀鸡、杀鱼、杀老鼠、杀蚂蚁太多，那你就短命。你这辈子救鱼，它要死了你救它，那你就长命，就很简单。生命的道理就是这个业，善有善报，恶有恶报。生的业，你这辈子男女关系搞得太多乱，那你下辈子的身体的感情就很痛苦。阴阳人或许你会做一个感情很痛苦的，甚至他们说男人的外表女人的心，有可能女人的外表男人的心，有可能因为你会跟别人不一样，甚至你是个正常人，但是因为你感情很痛苦那这个痛苦不是老爸爸老妈给你的，
你会说不公平，不公平，为什么别人婚姻那么快乐，我这么痛苦？因为你过去造了一个让别人感情痛苦的业，所以你这辈子感情不快乐，很痛苦啊。再来身业哦，再来就是口业，那你讲话好不好听啊？口才好不好？因为你过去骂过人，如果你骂过爸爸，如果你骂过你的老师有智慧，那你口才就不好，讲话会让人家觉得怪怪的。你制造不好的声音，那你声音就不好，这个叫口业。但是所有的业是来自你的心，我们叫意，意就是心态造的业。你的心态好，你就讲好话；你的心态不懂道理，你就会老实说。你各位要问我，吃肉是善业还是恶业？啊，中国人知道吃肉不好，因为很多人在吃斋吧，至少我们知道。为什么？因为那只牛、那只鱼被杀，所以它是个痛苦，所以它不是一个善业，它是一个间接的杀业。所以吃肉太多会造成多病。那我这样讲，各位很简单：哪一天你觉得你生病了，那你就那段时间不要吃肉，你会发现恢复很快，更快了。你妈妈生病了，像我吃素不是因为佛教，是因为我妈妈病了。他连楼梯都不能急，都走不上来。他很想要去市场买菜，他喜欢，他这是他的快乐，拿着菜篮去市场 shopping 这样。他说他走不动了，很痛苦。然后我就很痛苦，哎呀，怎么办？妈妈的快乐都不见了，啊，他就喜欢散步的。然后就有一个人，卖橘子的人，他是在修行的，他就跟我说：“你如果替你妈妈不要吃肉吃素，妈妈会好。”那我一听当然好啊，只要对妈妈好，所以我就开始吃素。我一吃素，我妈妈又说她可以走路了，我就觉得哦，原来妈妈病我可以替她做。这各位很重要，你在人间做善事，你的爸爸妈妈因为你的善事替他做，力量可以给他，不管是对长辈对晚辈都可以的，所以人的心态。所以因为如此，我就开始哦，原来吃素是个善的，可以把这个恶的不好的痛苦消除掉。因为我的妈妈她喜欢养鸡，她养了鸡自己杀给儿子吃，她认为不要去买外面的鸡，那是打针的。妈妈养的是有机鸡，有机的，而且她自己去抓蚯蚓、抓泥鳅给鸡吃，这样保证的，我儿子吃了一定 OK 的。那是因为妈妈造了这种恶的业，所以她的骨头疏松症，然后她不小心喝个水，脊椎骨就断了2根，不小心，所以她现在就不太能走路，但是她至少还活着，所以为什么都伤到了？因为她杀鸡肉给儿子吃，她吃什么？鸡里面的骨髓，对不对？因为她。对儿子好嘛？但是你造什么业行为，就得到什么报，100%的，100%的。所以因为这个道理，所以我就不吃肉，特别不吃鸡肉。我给我妈妈说：“你不要再吃鸡肉了。”那我就帮她救了1000只鸡。她被宣布得癌症，癌症那时候是胃癌还是胰在胰还是胆癌？医生说没得医的，好像是胰脏还是胆。医生说这个没有意义的，因为一般这个医不好的，而且会很痛苦。我一听我没办法接受，我没办法接受，我就把我很多钱塞给医生，你有办法的。医生就带我去看的，他说这个没办法，胰脏癌还是胆癌，他说这个没得医的，这个我必须告诉你，但是我不能接受，所以我那个时候我就替我妈妈。救了1000只鸡，因为我知道他是杀鸡的，至少这辈子没，然后把它放到保护的地方，然后我自己就发愿出家，因为我读地藏经，人家告诉我孝顺的经典嘛，就是地藏经，我跪在地上读，我就读一读，我就想，对，怪不得儿子要出家，地藏菩萨为他妈妈所做的，他妈妈从地狱都可以升天。我妈妈还是个人，不过生病而已，所以我就跪在那边诵地藏经，发愿
出家哦，原来出家很有意义，这么好，可以帮助别人。结果我妈妈就我发了愿以后，她就不痛了，奇怪，她不待在医院了。那她说她要回家，因为医院很恐怖，一下那个叫，一下那个叫。我住在医院几天，我才知道，哇，这个世界恐怖啊，没有办法形容啊。隔壁房间呢，被上一翻过来一个洞，那个老人躺太久了，对不对？然后那些没办法想象，所以我那个时候人生就改变了。赚多少钱？一个月给你赚100万、200万，一年赚多少钱？我买了很多的房子，这些能够让我妈妈不生病吗？可以让我不生病吗？可以让医院人不生病吗？一点办法，我就一直思维，一直思维这个道理。那我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帮助我妈妈不要痛苦。因为我妈妈说给我说，儿子，我跟你交代，妈妈绝对不开刀，我不敢讲，开刀也没用，医生说的，只能打止痛剂，做各种化疗，然后我妈妈还跟我说，你千万不要叫我打那个针，因为我妈妈爱漂亮，她说这个会掉头发、掉牙齿，她死也不要打。我说好，我跟我妈妈说，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办，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办，但是我有个善根。我非常孝顺，老实说，我们家四个兄弟，我最孝顺，我最孝顺的意思是我妈妈只要一点点痛，我就会比她痛了老半天这样，我就不愿意她一点点痛，我爸爸只要大声一点，我就冲出去，你要干嘛？我保护我妈妈，我永远保护我妈妈，但我对爸爸不太客气的，然后，所以我妈妈在痛，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。但是那个时候看了《地藏经》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我如果我真的出家，我做了很多善事，因为我已经慢慢知道出家的意思，是我讲不出口，对不对？出离金钱、欲望、感情、占有的家，我知道这叫快乐了。但是不敢讲，因为妈妈这样视线，所以我就发愿出家。一发愿出家，我妈妈隔天说要回去。我们就送他回去，送他回家以后，他又跑到台北新开的一家贵族医院，又去检查，检查有医生回来说，没事，发炎，吃消炎药就好。我妈跑来跟我讲，我想真的还假的，是看错了吗？那我妈拉了我手，儿子啊，你很友好啊，她说我很孝顺，你替妈妈吃素，一定你有替妈妈发什么愿，你一定要去做。我说我一定会做，他说你发什么愿？出家，哇，就哭啊哭啊！我说妈妈，谢谢你，不然我走不出去。我很想出家，我已经放很久了，不敢讲啊，因为我又有太太又有小孩，你们又对我好，我这个是五子登科了，我人家很羡慕我，我钱又多，房子又多啊！我现在唯一的意义就是妈妈你能够快乐。我没有别的生命了，妈妈快乐，爸爸快乐，我没有别的意义。当然那个时候没有人要我出家，包括很多老师傅都不敢剃我的头，因为我太太很有钱，她知道她跟谁，我跟谁在一起，她就拿很多钱挥。然后对方就跟我说：“你好好做事业啊，赚钱护持三宝，然后就不让我出家。所以我这个头是自己理的，我这没办法，所以。但是我跟我妈妈说，妈妈，如果我已经找到生命的意义了，孝顺、慈悲才是唯一生命的出口，我已经找到了，因为你帮助我的，所以我出家的时候你不要难过，如果我真的不能出家，我衣服都买好了，我就跟我太太说，我求你答应我，如果我不能出家，我可能会死，我知道你当然不希望我出家。但是我如果死前，你至少把我衣服啊穿着，然后理个光头躺在那边。我最后几分钟我还埋怨，如果我能够出家，我跟我爸妈说，你能够让我出家，我不能出家，我也不会回家，我要24小时拜你们两位，我守你们两位守到圆满，这是我生命的意义。如果我能够出家，我会把所有的生命都当做爸爸妈妈一样的孝顺，我跟我爸妈说，我已经决定了，我不会变。当然我爸妈还是不要我出家。后来我就因为我是搞旅游业的，我懂得买护照，
我想说台湾我出不了家，那我就到别的国家，我都买好了。那我爸一听啊，那你不要离开，我让你出家，你不要离开，我至少还看得到你，所以我太太就很生气的啊，所以当然没办法，我讲我也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会讲到这个，但是至少这是我生命的意义，给各位做参考。那是我出家以后，我妈妈现在还活着，我爸爸躁郁症，打医生，然后全家我妈妈怕他怕到也忧郁症，因为怕被他打。那我也不知道，我爸是个很有钱的人，很会读书，但是变成一种躁郁症、忧郁症，然后脊椎又不好，开刀也没用，每天痛，后来就自杀。那自杀那一天，刚好我在台北做了很大的功德，就救了很多命。我喜欢放生，救很多命。那我每次都是这样，我如果回台北做了很多善事，第一件事情我就是回家。因为回家，我妈妈一定问我吃饭没有。佛教有说，修行者，我今天做了很多功德，谁请我吃饭，功德都他的。这样你懂吗？这个问题哦，看到修行人，你赶快给他饭。所以佛经说，7月15能够去供养出家人吃饭，爸爸妈妈升天。现世者福报百年，福寿百年，往生者直接升天。这叫木莲救母的故事吧？对不对？木莲救母，所以我比较自私，对不对？我就会回到家跟我妈说：“妈，又没饭吃了。”那我妈就说：“她当然最喜欢我回家，她就煮给我吃。”所以那天我一回去啊，我妈这边哭：“妈，你哭什么？你老背了。”她说：“你爸爸叫我去看，我看不行了，哇！”然后我就：“爸爸。”她就醒过来，醒过来，我爸就一直哭啊：“我怎么没有死？我怎么没有死？”啊，爸爸，你开玩笑，你干嘛？我把药吃了，自杀。我一听了，我冒了脸出来，你怎么可以自杀？他说，你不是说一直出家，九玄基础尽升天吗？你不是说你出家，我保证升天吗？我说那不一样啊，那不能自杀的，才会下去的。但是他说太痛苦了，然后他就醒过来了。醒过来以后，我赶快叫医生呢，叫急救。医生一来，没事。医生问他吃多少药，开什么玩笑啊，居然没事。然后一检查检查，不用清肠，因为我爸爸就会完全变正常了。这个叫，念一下，不可思议，孝顺不可思议，做功德不可思议。不但变了，我爸爸从那个时候开始变一个人，不再发脾气，没有躁郁症，他那个腰也没有痛，只有一点点酸。变了，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震撼。我妈妈也是不可思议啊！我跟我妈说：“妈，你看我出家有好处了，我去做了很多善事，今天就要带回家。我今天真的把它带回来，我救了很多命。昨天我们做了，昨天因为大宝法王生日，我们在西藏救了168头牦牛，不用被杀，168啊。”谢谢你鼓掌，功德变你的。各位一定要做哦，看到别人做功德，随喜，功德变你的，非常重要，非常重要，那你赚这个功德干嘛？不是自私，因为我有这个功德，就像你有100亿美金，你才可以去开老人院啊，你才可以布施给别人啊，你才可以布施。来念一下，就168头牦牛。回向牛津大学内外亡魂，所有学生平安，所有堕胎胎儿离苦得乐，各位健康，祖先超度，马上得到。所以我们救牛已经救12000头了，赶快再鼓掌。12000头牛，你就想一想就好了。你看多快乐！把这个力量给得癌症人，他会好一半。我爸爸就是这样，所以他好了以后，他变一个人。我妈妈也不相信，我爸妈以为我妈妈以为是魔附身了，为什么不会骂人呢？
不会生气了，我爸爸变得很斯文，但是我妈妈还是不接受他，所以我就把他分开住，这样，不是搞离婚呢，分居啊，因为我爸爸也不会想要跟我妈妈住，因为他对这个没兴趣了，那我就给他送到我们的道场的总统套房，我们生命天的四十台有个总统套房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人家盖好了做宾馆，后来倒闭了，所以卖给我们。然后他又说："这个总统来住过哦。"我想说："完蛋了，不知道给谁住。”你看我爸爸多有福报，他就睡在总统套房。他在那边11年还是12年啊？每天有出家人陪他，有很多人帮助他，他吃素啊，他不用念佛，因为别人就会念给他。啊，他很快乐，就这样到往生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家里要摆一张佛像，没有就跟我们要，随便小张，你在你家前面供供灯，那个精神会好。啊，你的儿子很会做坏事，你跟他讲没用，你要供7盏灯，他就会转恶为善。你的妈妈生病很久不会好，供5盏灯，他心情就会好，会改变。佛经有说，一个人往生呢，朋友往生，你供49盏灯，他就可以马上脱离地狱轨道、畜生道，往生净土。所以佛教很喜欢在前面供灯、供花，不一样的东西有不一样的功德啊。所以你供衣服，供衣服，这个衣服送给别人穿，身体不容易生病啊。你身体会酸痛，供养枕头。枕头给佛吗？不是，枕头拿给出家人的。出家人睡枕头，你身体不会酸痛啊。如果你要突破很大的障碍，供养出家人的衣服，因为出家人代表解脱嘛，知道吧？供养袈裟给出家人的衣服，以后你外表漂亮、财富，一切的安全，开车都安全。所以中国人买新家、买新车一定要绑一个红带，红带就是袈裟的意思。出家人的袈裟放在那边，啊，那这一部车开车就不会有车祸、意外的事情，啊，所以佛像是很大的福田，各位在家里要摆一个佛像，观音菩萨也可以供水、供灯、供饭，因为你每天的煮饭、煮面，供一下再拿下来吃。但是我会期望大家多供水，啊，因为印度那个时候啊。看到国王来就会供养，先水让他洗脚，第二杯水让他洗脸，然后供养水果啊、香啊、好吃的啊、音乐，我们叫水水香花灯土果音乐叫八供养。然后后来只要看到国王来，一定要这样供养。然后后来人们也用这种供养来供养佛陀，佛陀也接受，佛陀就交代以后我不在了，你们看到佛像只要做这样供养。就等于供养所有佛，大家就很高兴。但是有穷人就问佛陀："佛啊，那我们这些手头都很穷，哪有这些东西可以供？"佛陀说："没关系，八杯水可以供佛，用水，水是最干净的，最干净的。八杯水供佛就等于八供养。不过佛陀有交代，麻烦各位供了水供完以后啊，至少拿一杯，窗户打开泼出去，那些恶鬼道就升天了，慈悲吧。"啊，或是你在供水的时候，你就要想，我今天这杯水供养佛，那回向给吃掉的鱼虾，它也可以升天；回向给恶鬼道，它也可以脱离饥渴升天；回向给生病的人，它可以净化，因为水可以净化。水也代表财，所以中国人很喜欢在家里公园外面门口请一尊观音菩萨，手上有杨柳一直在喷，有没有看过？那个不是艺术品，那是一种慈悲，因为观世音菩萨那杨柳枝，它就一直喷水，让那个地方清净，让恶鬼道都可以喝到甘露升天，所以就有甘露瓶、甘露观音，也叫杨柳观音，不断的在布施。观音菩萨有施药观音，就是布施药了，送子观音，送儿子的，送女儿的。啊，观音菩萨有各种形象，盂兰观音什么样的观音都有了。所谓观音，就是说只要众生什么苦，他就变成什么样的形象跟力量来帮助对方。啊，
那当然，你如果问我今天填充题，探索生命的意义，括号什么？慈悲。慈悲是生命的意义，不要自私，不要自私。所以你一定要跟你的小孩子也跟自己讲，人活着不能自私。啊，今天读书不是为了个人的成就，我是牛津博士班，我是哈佛毕业，那是一种骄傲。啊，人的意义是什么？有一个病苦的老人在路边，啊，我给他一点药，给他一点钱，这是生命教育最高的意义。对其他的生命有敏感度，这就是生命教育，不是只关心自己的生命。所以，一只鸟，所以刚刚我们在教堂旁边撒一把，哦，哇，那鸟可快乐了，这就是生命的意义。然后给他念个圣母玛利亚，带你们走吧。因为这边是教堂，啊，所以我刚刚去教堂念老半天，他们就问我要不要喝咖啡，不错，我一定我念得不错。后面的长老问我要不要喝咖啡，No thank you，因为我不喝咖啡的。你要是喝茶，我就 OK，啊，然后我就点灯，点灯干嘛？愿圣母玛利亚的光更有佛的光照教堂，因为。我们李先生还跟我说：“你看师傅那个牌位，他们家三个人都是墓碑在这边，旁边都是墓碑，墓碑。”我说：“太好了，我们供灯了、啊，这个照着佛，又照着圣母玛利亚。他们的往生者如果还没超度，可不可以离苦？可以的。所以佛陀说，什么是生命的意义？让这个黑暗的世间，你成为唯一的光明塔，这样就 OK 了。什么叫黑暗？难道现在没太阳了吗？”是很亮啊，但是人们无明呐、啊，没有智慧啊，追求财产，追求博士，追求地位，追求帅哥，追求美女，人们都在追求这些欲望。所有生命的痛苦，刚刚讲了，生命有生老病死轮回，是因为人们有无明跟贪爱，无明就是没有智慧执着，他就一直来投胎了。所以跟我背一下，烦恼。所以造业，造业，所以轮回。什么叫烦恼？就是你内心有贪心，会生气，会起烦恼，会傲慢，会嫉妒，这个叫烦恼。为什么会有烦恼？因为你有一个我被欺负，我被爱，我不喜欢怎么样？因为你执着有一个我这个本体。那我喜欢的叫贪，我不喜欢的叫恨，叫嗔，我骄傲的叫傲慢。我不喜欢对方如何叫嫉妒，乃至不了解我的生命的意义叫愚痴，这个叫烦恼。所有痛苦的根源是因为你内心有这些烦恼的心，那有烦恼，你的身体、嘴巴、当下的心就会造业，这个业就是命运的主宰。有这个业，就会造成你来投胎、生死轮回，造善业升天，造恶业下地狱。有人做皇帝，有人做乞丐，有人做模特儿，有人做丑八怪，有人做富贵人，富二代。我不用赚钱，钱不是赚来，钱是自己造的业。你为什么不去投胎在富二代家里？你为什么要投胎在那个贷款的家庭里面？对不对？不是努力就会有钱，各位这几人，努力是你愿意做的。爸爸给你10亿，你可以努力变成赚100亿。但有些人是爸爸给你10亿，你不到10年就花光了，这个叫败家子，福报用完了，啊！但是人是不公平的，人是不公平的，外表、金钱、家庭不公平的。我们来英国，为什么英国的天空比我们中国好一点呢？树看起来就不一样，漂亮，那个泥土看起来也不错，那个水啊就有鱼，就有鸭，我们那边都没有鸭。对不对？只有一些纸屑，哦，还臭臭，为什么？业报不一样。我们到英国随便看都有彩虹，是吧？台湾和阴天，是吧？不一样的业，就像皮肤一样。所以各位你要相信，这个世界，我的父亲要求我环游世界，我的师父也要环游世界，他说你才能够增长见闻，了解生命。对我很重，我到现在还在跑，啊，因为走到哪里我就会很深入，我想要去了解，因为了解，因为了解，所以慈悲，各位要把握机会，
如果你在这边读书，你就不要光读自己的书，关在图书馆读书。我考第一名，有奖学金，有博士，那你白来了。你要把学校的所有的人事物都研究清楚，不是说你搞政治的你就不懂医学，啊，你做什么？这个世间没有单独的存在，你不能为你政治而努力。政治跟医学、跟社会、跟什么都有关系。英国的存在跟欧盟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啊，跟世界都有关系。特别我们中国现在关系可大了，啊，因为中国有钱呢，力量大了，哎呀，所以关系就深了，啊，所以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，你不能只研究你自己的。你不能做井底之蛙。如果你要做一个全方位的人，所谓这叫什么？timing，你要了解所有一切。你要做一个世界人，做一个有通达世界观念的人，那你不能太单纯，你不能太自私，你不能关在自己的范围，你要去了解别人，人，男人、女人、同性恋人。有钱人、没钱人、印度人，特别英国也是很多种族，回教徒、天主教、佛教，你都要去了解。为什么？因为佛教讲慈悲，慈悲就是对所有生命有爱，关心他。所以你要了解他，你才会有慈悲。你不了解他，怎么慈悲？所以我想知道他想什么，怎么样给他快乐，怎么样帮助他离苦。所以我想我要说的。活着的意义是为了慈悲，其他都是痛苦。我坐在这边也很痛苦，我真想去散步，我喂喂鸭子这样。啊，你坐在那边也痛苦，没办法，大家就演一场戏吧。啊，因为你要听听道理，对不对？听听道理。那各位，今天你已经来听了，探寻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意义，生命的本质是痛苦，所以生命的目的是不要痛苦，生命的意义是帮助所有痛苦都不要痛苦。OK，但是你要帮助别人，首先要帮助自己。你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苦怎么解决。你了解自己苦，你也知道别人苦。像各位，你是女人，那你在念阿弥陀佛念，愿所有女人都不要有我的痛苦啊！因为女人真苦啊。那男人也说，我也真苦啊。那我们两个苦跟苦结婚看会不会不苦？不会啊，制造一个更苦的。小孩子，然后反正为什么要结婚？因为大家都结婚。为什么要生小孩？因为大家都生小孩。在佛教有个故事啊，在森林里面有一只猴子，不知道什么东西掉下来，还以为什么魔啊，就跑。然后他跑，狐狸也跑，狗也跑，什么都跑，大象也跑，一直跑，一直跑，跑到悬崖停下来，不能跑了，因为掉下去。然后就问前面干嘛跑？不知道，因为前面在跑。问到最前面的猴子为什么跑？我哪里知道？嘣，东西掉下来，所以我就跑。我知道你们都跟我跑，跑到那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们就这样竞争、竞争、往外占有、斗争。啊，以前的皇帝是这样，对不对？我要掌控、掌控、掌控、掌控。最后呢，跟秦始皇一样啊，死了，不想死，赶快买不死之药，没有办法，还是死。我们台湾话说"输朗姆输丁"，就是输人可以，不能输大众，对不对？就一定要跟别人一样，要赢过别人。现在口红擦红的，我要擦红的，有什么不擦或黑的？因为别人都擦红的啊。不，老外比我们敢啊，敢突破，比较奇怪一点的突破啊。那是意思是说，你想往外求。必定痛苦。这个世界离你最远的就是你的心，一直往，一直往，一直往，然后你就越空虚，越空虚，越空虚，越脆弱，因为你爱上一个人了，对吧？我的心在他身上，那你苦了，谁把心脏摆在别人身上了？因为我爱他，哎呦，我脆弱了。但是这样你会痛苦。如果你把心爱所有生命，你不会痛苦，因为你对他无所求。去爱鸭子，英国最多的海鸥，这边好像没什么看见。海鸥、鸭子、河里面的鱼，我还告诉一种各位最多的，到处都是鬼。英国古房子最多，鬼最多。啊，因为人死以后会执着第一个衣服，第二个房子，
偏偏英国人喜欢古堡，鼓鼓的，然后就会阴阴的，然后呢，脸色就会苍白，被鬼吸光了。人如果身上附鬼，他脸上就会苍白。为什么？因为鬼是吸人精气的，精气的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脸色苍白啊，代表你祖先一定没超度，代表你身上有鬼，什么叫冤亲债主，讨你的债，吸你的精气。因为鬼的食物就是什么？味道，就是食物的力量，它把你吸走。所以我们每天都有做简单的，把食物拿来烧啊，那个味道布施给他们。我们是活在众生世界的，有神，对不对？我对神在教堂很客气，有鬼，有土地公，有河神，有树神。我们是活在太阳，叫什么？念一下，太阳公。你如果早上睡醒看到太阳，拍10下，你会容易发财，因为太阳是一个很大的财神。这个世界没有太阳，谁都死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叫太阳明明珠光佛，他是一个过去世很会布施、很会点灯、很孝顺、很会供养三宝，所以他成为太阳宫。太阳我们叫日宫天子，那另外一个女生成为月宫天子，就是月亮。所以各位，如果你15的月亮，你只要看到月亮，用花或用红色的蜡烛拜它，可以求不生病，可以很平安。所以这一点，中国人讲啊，天地有神。那这些各位你要知道，你不能我不理他，不理他，你开店没有用，你在这个土地耕田种不起来所以我们，各位你了解生命的。那我们对万事万物要尊敬，对所有生命要尊敬。这一尊叫佛，我们一直供养。为什么要供养？因为一只狗、一只蚂蚁、一个人都可以成佛，它的本体跟佛没有分别，就叫心佛众生没有分别，都有佛性。所以，我们佛教的最大的意义在哪里？你以供养圆满的佛的方法去尊重所有生命。了解吗？尊重所有生命，从内心里面尊重人，尊重蚂蚁，尊重狗，你要尊敬它。那你尊敬它，你就不会欺负它，不会烦恼，基本你就不会伤害它。除了尊重，还要感恩，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我，没有外界的任何一个存在，就没有我单独的存在。所以简单的讲一句话，念一下：帮助别人，才是帮助自己，帮助众生，才能成就自己。离开众生，没有自己；离开世界，我不能存在。我就是世界，我就是众生，生命是一体的。这个了解叫了解，放下个体，融入整体，成为一体。佛教最重要的教育是教育我们慈悲发愿成佛，普度众生，让大家都成佛，这个叫菩提心。好，谢谢我们承办的护法菩萨，谢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希望各位多收看生命电视台，将生命电视台所听到的教法进入您的心，改变您的生活，帮助这个世界。护持账号：1996-5232，1996-5232，户名：生命文化基金会。大家好，我是卢俊义医师。COVID-19 病毒的传染力增强，注意防射是预防感染、避免重症上有效的方法。提醒你，请在身体状况稳定的时阵来注意防射。做好了后，请留在现场休困，观察15分钟。
若是你捌因为注意风险，也是治疗性的注射，发生过急性的过敏反应，就要留伫现场观察至少30分钟。